那天晚上，你都对我女儿做了些什么？你最好给我一条一条的交代清楚啊！那天晚上，我们吃了客家油饭，还有中地牛肉面，还吃了很多零食，有那个什么卤肉饭口味的洋芋片，还有炭烤鱿鱼卷、麻辣豆干芥末辣豆，之后又喝了一些红酒配猪肉干。然后呢？然后怎么样？然后我们这个大小姐吃完猪肉干之后，我就一直看着她，就越靠越近，越靠越近。怎么靠近的？就是这样，这样。 越靠越近，越靠越近，越靠越近，我就看着大小姐的脸，发现她的嘴角有一片猪肉干，我就用我的手把它拿下来了。我的开宇在我爸的威胁下，竟然还能把跟我吃过的每样食物交代这么清楚，这不是真爱，什么才是真爱啊？